一起来关心这个百看不腻的小可爱营养，从出生到现在44天了，他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妈妈圆圆在身旁，有时候呢滚啊滚，滚到了妈妈的脚上，害得妈妈圆圆动也不敢动。那目前呢，营养已经24小时全天候的待在妈妈身边，由这个圆圆自行哺乳，可以说是正式接手了抚育的工作。张开圆滚滚的大眼睛，呀卡哇伊，嘴巴还不停动来动去。其实现在睁大双眼的呀已经能够看到宝贝妈妈圆圆，也会不断淘气的在妈妈怀里钻来钻去，要喝奶奶啦。呀拔头腰，费尽一番功夫，好不容易找到妈咪的奶奶，她大口大口使劲喝，喝的奶沫横飞，连嘴边的白色泡泡都来不及舔掉。还兴奋地睁大咪咪眼，秀出卡哇伊的小凤眼。其实伊亚能够顺利长大，多亏了这群保育员，而4小时轮班照顾，还有两位大陆猫熊专家来台帮忙。之前为了帮圆圆挤奶，保育员人仰马翻，各种姿势通通有，都累倒了，也只能在一旁稍微休息。不过伊亚萌翻全世界，还头好壮壮，这群背后的保育员再累都值得。中联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